你爱我，大点声没听到。哎呦我的妈！说呀！来唱个《孤勇者》吧，来。干啥？干啥呀？气死我了！来，快点唱。来。气死！今天唱。哎，唱歌你要干啥去？亲爱的。龙啊，招你呢！啊？爬你呢？叫我呢？啊！请别说爱上我是一个错，哪怕注定没结果。我不是故意对你冷，也不想让你难过。也许我太过自我，让你受尽了折磨。我现在只想对你说，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。如何快乐？快乐？怎么快乐？怎么快乐？窗外还下着雨。下雨了？我的眼泪在滴。不要哭了。爱一个人是在说我吗？如何能抓住他的心？你问我？你怎么还在解说的呢？唱你的，没事。到白头。不可能了吧？难过的时候，我学会了独自承受。那不然呢？为什么你变得不再温柔？再温柔。难过的时候，你是否也能感受？爱错了你，却不回头。很入戏吗？我不是故意对你，但被情伤过的女人，也不想让你难过。哎呦，也有太多错，哎呀，让你受尽了折磨。可以了，可以。我现在只想对你说，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。各位，你们听过相声捧哏，听过那个电商捧哏，你听过唱歌还有捧哏的吗？这唱歌还捧哏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想听你唱了，叫你亲爱的，干啥？我向你当着全世界人的面说你爱我，你说，你难道不说就不是真心的爱过我？我压根儿也没真心爱过你呀、啊，你这没真心，快这下去，怎么？我不想说你爱我，那我走，我爱 你快走，快走，不行，走了就不会回来了。我还是想，今天我来长沙是不是跟唐毅老师合体啊？就是唱歌，应该是我们俩多唱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为什么你就总是在家演那些节目？你这总唱你我爱你胜过你爱我，然后你还老捧哏，不能捧哏，我要跟那个唐毅老师唱。你要和谁唱？你说。唐毅，著名女歌手唐毅。好。对，代表作《我们还有梦》，那不你俩唱的吗？对啊，著名女歌手唐毅老师。哎，你那，因为你没去，黄了啊，黄了。你看，我正准备要去呢。来，我们这样子吧。唐毅，那个，咱们俩唱一首那个《少年》，一会儿就唱一首《少年》。可以。这个快的，因为上次你还教我跳舞蹈什么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你就教我跳一跳。那我跟你唱《少年》。行啊。你跟我跳舞。行。那行，来。可以吧？哎呦我天，综艺我也没录上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咱唱点不一样的呗。咋不一样？这首歌是唱少年，我可以唱少年，但是你不可以唱，你不可以唱。我唱少年，你不可以唱。我你。好的，行。我幻想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，放弃执着，牵线牵手，别别不走，每次走过都是一种收获，还等什么做对的选择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路在脚下，你跟我唱不一样的啊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啊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
心口的秘密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世界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不算危险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。 So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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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 goodbye。错了表情，其实我想感动你，我想一下有什么歌，抓紧你有什么歌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。好，别停，幸好是接上了，哇，要接不上废了，太厉害了吧。这样，哎呀，王毅老师，你这样，那个你们家就是长得漂亮的，唱歌好，我听说你家还有个中国好声音的，对不对？嗯啊，你把他叫你怎么等一下，但是我怕担心他的安全问题。什么？你能控制住大猛不？我拉不住他。我能控制住，主要是我不跟他唱，我派一个我们家别的人跟他唱。啊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行吧。啊、兄弟们，我们点点赞，往20000万上冲一冲，点赞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姐妹们，我们点点心，点点赞，给我点个小关注，谢谢。然后点开10万加的那个榜上的前榜10都关注一下，就是正在演节目的这些人都在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谢谢。然后白小白老师来到咱们唐英大舞台，一起左上角给白小白老师点点关注来。哎呀，谢谢。十好声音唱的是什么歌曲？下个路口见。下个路口见。对啊，今天我也给你派一个我们家嗓音特别独特的啊。哦，好，康小眼，不，康小雨，康小等一下，康小雨、啊、你别笑了，康小雨，你别笑了，眼睛小，眼睛小，所以叫康小眼啊。那个，你俩合作一个，但是不用唱飞得快的歌，就是能展示你俩嗓音。什么叫好声音？声音必须好听。Okay。 唐毅老师为什么火？是因为他嗓音好听。我不觉得，我是一个颜值。来来来，准备好，来，来吧。行，咱俩，我跟唐毅接触时间长，我才知道他是个神经病，他绝对是个神经病。才发现，来，才发现，来。那我们俩合唱一首歌。唱一首。对。唱一首这个《离别开出花》，送给直播所有美好朋友。离别开出花。听听他俩的嗓音啊，嗓音、大家好，我是泽少，我在榜6，你在榜几？大家好，我是康小雨，我在榜5，谢谢大家。好嘞，先唱后点，来，好，唱的不好点什么玩意儿？别，先点。对，咱俩也靠着，我主要是就背靠背吗？对，主要我这边脸好看。啊，那我也这把脸好看呀，咋整啊？深情一点，深情一点。OK。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，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，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，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。哦，眼泪轻轻地擦，别管那朵最无涯，眼下那些风沙，你才能慢慢长大，叫错过几个他，用你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代价。当离别开出花，伸出心长的枝芽，江冬去春又来，等待心事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开出了月牙。当离别开出花，它生长在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好害怕，孩子放心去飞吧，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。哇，他俩嗓音好好听哦。真多假多？真的好好听哦。我的天哪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你说。就他看着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看他啊？我怕我笑。你怕他笑？你怕你笑？他长得那么搞笑吗？不是，他长得让人有一种幸福感。就是会发自内心喜悦的想笑。长得多帅啊。
我寻思他瞅我着笑呢，师傅。就是下次唱歌戴个墨镜啊。就真的好可爱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你看，笑容容，就是、比我眼睛还小。兄弟们，给他俩点点关注，你在帮几？我在帮六的位置。他叫泽少啊，对，泽是泽少啊。对，你看这名网名起的不好，就叫泽少就行了。行啊，听你的，我下去就改。我就，你就，我叫关小雨，我得多久了？啊，现在播多久了？现在快结束了。我们比下赛啊，输了的我们输了的我留在长沙，你们输了的我直接带走，给他报机票，可以、啊、去长春，好不好？ Okay. 来，这点我绝对有自信，来，绝对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师傅，对，真的有自信。我站这边不犯毛病吧？你站哪边了？这边啊，站立场了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站立场，那能吗？我还得搁这边，我这不腰闪的吗？那边实在没人了。成欠了，人有点不愿意让你服，看不看出来？杀敌一千，自损三百，不想回来啊！您那个，你家那阿飘哪去了？阿飘，阿飘在底拿手机直播呢。阿飘，你为什么不来直播呀？当战地记者呢。阿飘，你当战地记者。来呀，你上来呀！阿飘，你来呀！飘，你看，飘飘，主要是昨天撞猛了啊。撞伤了，他伤了。嗯，他现在今天走路都是这样，他伤了。你走路怎么走了？今天怎么走的？一块死一块的。我腰闪了。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讹点医药费，你看咋整吧？你这时候我躺下了。我现在都这样了。你这样。我走路现在都一瘸一拐的了。哎、医药费。今天穿高跟鞋呢？挡我财路了，我今天都没穿。你俩唱一首那个昨天没唱完的歌，姐就是女王。但是不要有肢体冲突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尽量不要有肢体冲突。我应该也够呛了，我瞅着。啊，别整了。撒谎。别有肢体冲突。别看我长得小。你俩先比赛。我的劲杠杠的。你可别撞我、啊！你俩先比赛。他俩没有戴耳机啊，我命大，都不用戴，不用戴也行，给他一电炮也行，你整死我得了呗，整死我得了，没唱就揍人家，做造戏吗？给一电炮，你能不能对我威一点？整死我得了呗，给一电炮，温柔一点。哎呦我天哪！我也给衣服脱了，哎，我也给衣服脱了。大毛，你后边完了，你这怎么脱、啊？那是五花大绑，那是啥？这脱不了啊！我可脱不了，我可露不了。哟，咱们有一套，来吧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给你戴耳机。来，家人给那个。大毛没耳机啊？我不戴这玩意儿，我戴这玩意儿跑调。哎呦我妈，你戴不戴都跑调。啥话呀？他俩有火药味儿。我都知道。来，他俩有火药味儿。哥，别动声，别动声。可以吗？来，好了吧？姐姐是女王啊 ！Music。姐就是女王 啊！行，自信放光芒，你俩看谁唱得好。那我学啊！别有肢体动作了啊！别瞅，这回走道不会了。会唱《逆时针》好吗？今天跟我学啊！跟我学啊！反正让我的妈呀！无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忧伤，哎呀，睡一觉醒来依然有明媚阳光。哎呀，穿最喜欢的衣服。精致的妆，女人要气质优雅，活得漂亮。自己的人生无需凭借谁的光，不做谁的公主，做霸气的女王。一辈子不长，活出想要的模样。看他俩谁赢了？就算无人欣赏，也为自己鼓掌。嘿，萌还是飘逸了。是女来呀，自信放光芒。哎呀妈，你若爱就来，不爱。哎呀妈呀，傻哭了。小小花花茶别哭啊，甜言和蜜语去哄小姑娘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有钱了不起，姐也很自强。无论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，活成一束光，世界都照亮。哎呦我天啊，飘啊，你这个肉输了，肉啊输了，输了吧。他输了，我不得配你肉多肉少，下次能不能多吃点啊？不是，我现在我有阴影了。什么阴影？我害怕整死我啊！你输了，但是我今天能活到现在，我感觉我命挺大的。啊，好嘞，今天还能上来，不错啊！我不能带你走，我不带他走。他虽然输了，我不带他走。我给你点点关注来。白宫，哎呀妈呀！你想 PK 啥？吃锅包肉。我想去，那我还是输吧。我想去吃。来，你还能没吃过锅包肉？来，男孩上，男孩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你们仨，哎，好嘞，他家就一个男孩呗，一个就够了。
啊，阴盛阳衰呗，你家。你们，老公，就下班了，姐，你去宝贝。哎。哎 ，PK 呢？哎，这 P 打 PK 呢？上一边见你去，打 PK， 不好意思啊。我们家大萌现在已经对我产生爱意了。别说我们欺负你们啊！我派两个队员给你 PK。行，兄弟，我告诉你，离大萌远点。我家好几个还叫老公的，现在都残了。我以前300来斤，你看我现在120，残了。来，来吧，那我们仨给大伙来个小费，有点凉吧？行，咱这 PK 一下吧，是吧 ？PK 一下，PK 好了，跟我们回去当真当大萌老公，怎么样？兄弟们。一个一个皮、这边是唐毅家的，这俩是我们家的，我仨一起唱，没事，你仨一起唱，来，此处省略10000字，来，小峰，有点凉，兄弟们有吗？有，来，老公你加油啊！叫谁的来？小峰有点凉，能回答你叫老公，叫老公，仨人回答，大萌，这歌我一次没唱过，哎，来了，老公你加油啊！哎，小峰有点凉，唱过没？谁家的大姑娘温柔又善良，毛头的大眼睛闪闪发光，这么一个甜美的微笑，你的嘴我的心房啊，此处省略10000字，那是真漂亮。我的谁家的二郎长得挺紧张，这人不可貌相，海水有点凉啊，我为人踏着勤劳肯干，一股热心肠、你看你那话我的此处省略10000字，那是响当。小风有点凉，吹来了清唱、勤劳的小伙遇见善良的姑娘，你哥们小伙心在跳啊，姑娘心发慌，此处省略10000字，坠入了七情，我细嚼天长，嘿嘿，匆匆时光，小两口子共同努力发奋图强，我的开上了小汽车，我的住进了楼房啊，此处省略10000字，为幸福鼓掌！鼓掌！鼓掌！这回鼓掌的假字说吧。为幸福鼓掌！谢谢！谢谢！谢谢！停！放我回长春。音乐停了，行吧，回来吧，回长春。你唱的这个二人转有点歌味儿啊，不行，这不是没有二人转，这歌是你们家队员选的，我一次没唱过，必须小风有点凉，现学的，现学的啊，现学的，输了，然后这还说，怎么叫你说输了就输了？这我输吗，东哥？那直播间还没说话呢，不是这输了，血不是这个歌是你们家选的，知不知道？一会儿你选一个去，来，我选一个，来，给我选一个科目三，你家随便派出一个代表来给我 solo 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拍大萌一电炮打鼻子打出血，男孩，你不是总是大萌大萌大萌啊？跳，你就站在旁边跳。你是 我的宝贝，我就咱俩不能跳，编的，咱俩不行啊，咱俩不行。男孩，康宇，我来呀、啊，你先跳，派哪个呀？然后重放，来，赶不上了，来一手炮鼻子打出血，直接一电炮鼻子干出血，还跟我们比科目三不行。比比谁丝滑啊！哎呦，我真丝滑呀！他这条腿像燕儿似的，真是燕儿。唱小雨，这上下有点不协调。下面你断了！哎呀妈，这花手！可别说我欺负他呀！这花手都跟我练半年的了。特别是那眼睛，哎呦，不协调呢。这玩意儿得集体跳。我寻思他没有眼睛呢，我寻思。他弄错，哎呦我，好丝滑呀！家人们，这长得真丑啊！这他戴上墨镜啥都好了。兄弟们，我已经把我家最帅的带过来了，都。来，你来，我戴眼镜来好了。啊、重放，来重放，来你来，来拔头上来，集体跳，掌声！哎呀，有托，下面有托，托来，把我家人全带来，来，把我家唱歌不好听的全带来，唱箫，箫、你们的节奏快一点，来，我俩唱一首箫，你俩箫啊，我俩箫，他是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他是中国好声音的选手，别抬，然后呢，他是星光大道的周冠军。哎呀我天哪，今天是实力唱将的比拼啦，准备好看看两位。俩人都上过那个电视节目啊，看看他俩谁唱的好。
哎呀，这首歌好难唱啊！好难唱，笑。加油啊！别破音啊，这个啊。往里笑。别破音、啊。实力猛将对决啊！哎呦，这是大歌啊！没有嘴都唱不了。我走过玉门关外七连山上飘的雪，也走过长城边上萧萧吹过来的风，山顶连英雄出人林间化成一场雨，天地间一并肩划破了青天。我走过漠北万丈孤烟城河落日月，谁听说羌关胡琴悠悠唱不完的歌，知己月自古英雄豪杰能一人为先，遍地间江湖远途经多少年。若你说江湖是一大关，天边的云开了一扇门。若你说江湖是一大关，千年的烟望月来呀，真的是不分伯仲啊，我天啊，啊，不分伯仲啊，什么不分伯仲，你去我那儿，我那合同签的短，签俩月就行，然后那个我、那个、这两月我也签，我签你给我什么资源啊，给我啥资源、哦、我给你出原创歌曲我们那儿有录音棚，春风何时来这首歌就是我出的，我给做的，那怎么样，我们也出啊，出合作嘛、啊、咱俩合作嘛，咱俩合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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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你给我一个，你我把大萌子留给你，你把大萌给我，他要不他也走不了，他腰疼，腰疼，行，来给两位点点关注吧，给两位点点关注。榜六泽少就是他，大家关注一下。哦，名字改过来了。泽少，哎，改了改了。你看你赐名呢，这多好，这泽少看着干净，啊，然后呢？我在榜四。榜四一营就是他啊，大家关注一下，你的一营也得改啊。好好好。叫小金子。啊。他姓金。好好好。没事，咱俩我跟唐毅老师唱一首这个。非常难度有难度的歌曲吧，就是一般没有嘴都唱。你哪边脸好看？我全方位无死角。来，我们俩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，好不好？会唱了，现场会唱了，一起来啊！来，什么老婆查岗啊？谁呀、啊？董事长啊？啊，就在那个兄弟们，那关注一下那个小董女士，榜一是我跟哦，榜一啊，我媳妇儿啊，弟妹啊，对 对, 对，我给我师娘发信息了。你干啥呀？你说他一来你就说弟妹弟妹，那我们直播你老发什么信息？我发信息要来的，咱们榜一点点关注啊！谢谢谢，来媳妇儿，我那个我唱歌呢，没有啥事啊，没啥事，还摸唐一姐来着，没有任何肢体动作，没有，还摸头发，还让人脱衣服啊，没。闭嘴你闭嘴！哎呀妈，老吓人了，他腰不好，他腰不好，他不能回去了，他不能回去了，闭麦。这时候咋不搂了，咋不牵手了呢？我非常正经。刚才那手都粘连了，那手牵。嘘。刚听我，暗夜里跟雪飘过，怀着冷酷了的伤傲飘远方。风雨里吹干，梦里粉白片片中。天空爱抚你与我，可未必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一生那彷徨，犹如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偏袒心里爱。原来我是一生百几风中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为你走动，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，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哇，好干好
好亲近呢、哦。今天我寒夜里恨雪飘过，怀着冷峭了的心窝要远方。风雨里最近无理分不清影像，天空海风你与我可未变。如能我是一生百劫风中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低头。为了你洒谁人都可以，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谢谢大家，来你们直播间的每一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观看我和唐毅老师的直播。然后这次来到长沙也很开心，谢谢唐毅老师的照顾，又请我们吃饭，又请我们吃那个小龙虾，又请我们也没请，就昨天这带货的，对对对，还没请呢。然后呢，我希望以后能常来，我带着我们家所有团队的人唱歌，都来。好，希望有机会也去到长春。然后你咋不说去长春呢？啊，哎，咱家都上来。哎呀，去长春啊，有机会去长春。然后特别最重要的就是感谢唐毅家的所有的粉丝能够关注我，然后呢感谢你们能够看我的直播，然后看我和唐毅老师的演唱，希望以后我们经常来，也谢谢直播间的兄弟姐妹，你们点心点赞点关注辛苦了，谢谢。然后也感谢白小白老师来到我们的长沙，咱们一起玩，希望以后咱们能多互动好不好、哎、团队之间多互动。嗯，感谢，祝大家晚安好梦，每天好心情，今天就这样下播了，拜拜，有缘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只要你